哎呦，我打到他了，我打到他了，龙打龙，去吧。我要修我的装备了啦、啊！这个油啊，哎呦喂！都你讲，肚子痛，我肚子啊逼！到底？我要一个只修一点，我在修装备啦。用什么修？龙鳞啊！啊啊！不是那么多个，是用叉哦。啊！你看他自己就是啊啊啊！没有，我在玩啊！你们有需要记这边的位置吗？不用啊，可以啊。啊啊！你记，你记，你记。我记外面门口的位置，超烦欸，怎么有热色人可以干成这样子啊？然后你在家里告示牌插，就跟我那蚂蚁洞一样。5654155，好啊，告示牌在哪里啊？哦，有了，在那个门口旁边。你说这个是什么蛇法女妖吗？对啊。看他等一下一定要骂我了。怎样？欸，我才刚修好装备啦！又打错？怎么了？你什么都打错？哦。你什么都打错，奇怪欸，你很奇欸，欸，有人说不要长大到五阶欸，会很难控制欸，因为其实我自己有去单人模式弄到五阶过，他那个真的，他那个真的就是，我不知道怎么讲欸，就是大到你操控上会有困难，所以我们要出发吗？欸，其实也不知道，老师，我看到了，回来，哇塞，我想说他的龙怎么受伤了欸，不要在那边乱射击啦，真的是很烦欸。哦，超凶的，他生气了，在海上应该不会被美人鱼吸了吧？好，你可能不能飞太低吧，飞高一点应该还好。到底把鸡到处乱丢是不懂。那个可以被他弄回来就有一大堆了，他超生气的欸，你完蛋了。不是啊，你不觉得看到就是房子外面到处都是鸡就很烦吗？不会啊，我们今天开十分钟就好了。为什么啊？开不下去了，你们可以先帮我酿药水吗？水下呼吸跟夜市怎么酿啊？水下呼吸我记得是河豚啊，夜市是金胡萝卜。哎，为什么我射不到美人鱼啊？哎呦哎，火烤美人鱼啊，美味美味，火烤就是美味啊，死掉了哟，干嘛你在？我在跟美人鱼打架。海底遗迹要怎么找啊？就看运气啊。哎，火烤美人鱼两只，两只吃欸，超开心的欸。我看到有一只龙欸，我应该跟他对打吗？完蛋了，我要捡一条了。还在睡觉欸，好睡啊。我射到他吗？他在地底下欸，不是，他在地上欸。还会骗啊？欸呦，我打到他了，我打到他了，龙打龙，去吧。哇，你真的要这样跟他打架吗？欸，还好，马上可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觉得我打得赢，而且我是火龙打火龙欸，这么凶。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，各位观众，我要赢，我要赢。这里整个被我烧起来了。欸，你记得善后啊。哈，记得灭火。你说我自己弄死他，然后我还要自己在那边灭火。对啊。啊，不然呢？哈，谁打我？我啊。你为什么要偷打人家？等一下，枯光那种距离还射得到我的龙哦，搞毛啊！我龙骑士被击落了。等一下，为什么它会一直下降啊？哦，有时候龙飞累会这样。太重啊！你妈才太重了。你重。你再说一次，你试试看。你妈才太重了。我说你再说一次，你试试看。一次你试试看。我说你再说一次。麦叉！欸，不行啊，这里快被我整个烧起来，那只火龙还没被我打死啊！好哦，你就帮他回血了。对啊，你再帮他回血吧。X 是下降。对对啊对啊。玩到 shift 了啦，太紧张了。
你应该啊，已经死了吧？这个动也不动啦、啊，他还在睡觉吗？我也没在动啊。你死了吗？这应该死了吧？这个跟我说还哦，早就已经死了啦，死透了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还活着还活着。到底还想骗啊？他嘴巴还会打开，应该表示还活着吧？我也会打开啊。你是龙吗？哎、欸，结果他死很久了，完了，我要被观众笑了。有人说我射到他两三下就已经死了，所以我刚是在鞭尸啊。原来如此。哇，糟了！我这样有这种奇怪的癖好。我这样对人家尸体不敬，完了，哎呦！你等一下就会遭到报应哦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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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就等一下探监自救完蛋。你们需要火龙血吗？可以啊。那你们自己传送我来装血吧。怎么会这种狠啊？哎、欸，我在打窟窿。不是，因为这边已经被我烧个稀巴烂的、啊。太多了啦！那你还叫我过去？不是，好多苦力怕。不是，我讲错了啦，因为我没有带罐子啦，跟稀巴烂没有关系啦。哎、欸，真的是造孽、欸！天哪，平常火龙打我们都没这么多火，真没这么多。就你在那边喷火？不是，我真的喷过头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也知道。喷上瘾的。我这边灭火灭的好累啊！自作孽，真的是自作孽、欸。哎、欸，你们要抽血，赶快来，他已经死一阵子，我怕他等下就变骨了。放着会干掉。打个窟窿。会啊，阿屁，还不然你来装啦。难怪啊。因为我回不去了。你到底想不想？不然我剪鳞片喽。好了，不然你先剪吧。好了，算了，反正现在打龙好像蛮容易的嘛。你们对他吐个几下火就差不多了。哎呦，吐个几下冰也可以吗？应该可以吧、哎？冰火不是各护客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是觉得我很怕冰过去，他就那个被火的霸凌。等一下啊，造孽啊！好了好了好了，这附近有龙在叽叽拐拐的哎、欸，不行啊！有龙在叽叽拐拐的，弟弟龙吗？不知道，肚子阿比，你的冰龙停在哪里啊？就是那上面呢、啊，骨头烧光光了，北七哦，骨头烧光光，就知道你要灭火了嘛？自己这么爱放火啊？不是灭不掉啊，那个火躺在龙上啊，讲错，龙躺在火上啊，火躺在龙上，嗯，金西瓜，那我继续找。可是金西瓜要怎么做？哎、欸，法师，我的龙在。你为什么要做金鸡瓜、啊？没有啊，有观众说可以做精灵汤。金啊？精灵汤？精灵汤什么？哎、欸，我们有等一下，那个精灵粉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为什么我的龙飞不见了？哦，你应该跟我们上次一样。啊，他会去哪里？他会去哪里？他会停在某个地方的原地。对，某个地方啊？对。他会停，就是他，你就是飞，然后龙没跟到，他就下去了。我找到了，他在洗澡哦，想洗澡就跟我说嘛，爸爸又不是不给你水。不知道为什么听起来很欠打。你这个人好好樱花哟你。哦，这找到了你的小顽皮蛋。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樱花呀？哦，不知道为什么听起来很欠打。对啊，阿伦呢？你收起来了。收起来了。秒收！你这个怎么那么阴歪啊？怎样啦？不是真的很阴歪。法师超气！你看我一来跟我说什么，刚说什么对我好好谢谢我，看我一来就找到了，快点跟我什么，快点跟我说什么，你快点跟我不敢飞了，你怎么办？什么？快点跟我说什么？快点让我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我问一个问题，如果有的话，我就跟你说。好。我刚叫你尿尿水，你尿了没？啊？你不叫肚子阿比尿？我靠！我又不是说你们帮我酿个药水吗？啊就没有才没有那个啊。金胡萝卜跟河豚呢？不是胡萝卜跟金粒合成就可以啦。哦，好哦。好啦，那我继续找海底遗迹哦。我还飞啊，我勇气真大哎、欸。还敢飞啊，平友？酿造台，没关系，我跟你稍微说一下，其实酿造台呢有三个步骤，第一个步骤就是把炼粉放上去启动它。然后第二个步骤就是放三罐水上去，然后放地狱疙瘩，让它变成基础药水。对，它一定要变成基础药水才可以酿别的东西。就是你现在点开来看这样子。哦、接下来就是你要酿的东西，看你要先放金胡萝卜还是对，这样放上去就可以酿成药水了。哦、对，就这三个步骤。
谢谢您的观赏，还看得开心吗？喜欢的话记得给我一个 GP 哦，也欢迎按赞我的粉丝团，锁定我更多动态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